君と線路の季節通りかかりたい喧嘩どこが言葉で神聖な恋を君のそばにずっとこのままいたい君はきっとこの願い神のように叶えてくれる Buenos días. ¿Le hice una paja? Lighting火. 而且今天的天气看上去似乎会很不错。运气这么好的吗？车子行驶了20分钟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大的停车场，那里是买小火车的，但是要4900比索，3公里不到，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坐那个小火车。再往前面开5分钟，也就是25分钟左右，到了这个小木屋，就是来购买正式的门票了，2100比索，也可以跟他说你想进去2天。购买2日票，那就是2100比索加1050比索，第二天的打半折，可以进来2天，因为它有3条徒步路线。大家不要忘记在它的柜台拿一张地图，因为里面很大很大。这就是那张绿色的票，2100比索，还有国籍00213732。1月29号，星期六。这里距离我们出发的地方大概17公里左右，这里12公里是到乌斯怀亚那个边缘城区边缘。这条线就是我们20分钟左右的时候到的，坐小火车这里过来，3公里不到。如果不坐小火车，就继续再往前走。走到这里买票，车子会开到这个毛的这里，就是网红的老爷爷的企鹅游铺，世界最南端火地岛的游铺。现在就可以分2条线了，这条是汽车线，这条是徒步线，3个小时到这里又有车辆，就可以回去了。你不回去，这上面还有2条徒步线。沿着湖边的3个小时，或者爬山3个小时，往返就是6个小时。昨天跟那个旅行社的人交谈，他跟我说，往返6-7个小时的往山上的那一条路是最美的。上山之路可以看到全景，那就是今天要走10个小时的路了。说好不徒步爬山。世界最南端国家的最南端城市，阿根廷的乌斯怀亚的最南端的国家公园火地岛公园，现在我已经在它的游览入口处。这里是一座非常美丽的海湾，看对面稍稍覆盖一点点艺术般积雪的群山，灰色的群山映衬着透亮的海水海湾，一点点阳光打在上面就非常的赏心悦目。这边是晚上9点半才会天黑，现在是早上的9点半，相当于我们的7点钟左右，所以天色还不是那么明朗，但是却是参观这一个火地公园最好最好的时间。因为这里非常的大，可能你要转完全部景点，你就是一个徒步达人，因为要数10个小时。如果你体力不行，这里有3条线路，我们可以选其中的一条。现在就是第一条徒步线路，你也可以选择乘车越过这一条海湾，但是很美，谁会舍得呢？在下一个点
又有分岔，一条往海湾的，一条往山上的。所以今天我们会去哪几个路线，完全看我的体力。苦力岛是由麦哲伦海峡隔开的，与美洲大陆隔岸相望的一个群岛。1881年划定界限，东属阿根廷，西属智利。1520年十月，也就是502年以前，麦哲伦发现了这个岛屿，看到了当地土著居民在岛上燃起的熊熊篝火，觉得异常美丽，就把这片区域命名为火地岛。在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游览之前，在这个美丽的海湾，看看这是什么 Coleo。 是的，这就是世界大陆最南端的邮局，南极大陆的那一个除外，因为它不属于人类居住的陆地，这是人类居住陆地最南端的邮局，但是似乎没有开门，怎么回事呢？哇，这上面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贴下的图标。Gracias. 终于来到这一个超级真正的网红邮局。还有最南端的这一个灯塔，海湾里面的水好清澈呀。刚刚还有一只黑色的鸟儿，红色的嘴直接从水里面冒出来。这个邮局10点钟开门，所以大家先在这里都等着这一个世界居住陆地最南端的邮局开门啦。哇，这个灯还是老式的煤油灯呢，缝纫机。这是那位网红老爷爷，但我估计我没那么一句话。这里又是跟外面的明信片不一样的感觉了，也是100比索，大家可以到这里买到不一样的哦。750比索，哇，直接带信封带邮戳的。哇，它这里有超级多的章，有7-8个。 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China. 哇，Can I see how many stamps here? Yeah. Wow! This is for the passport. Oh! 天哪！好可爱，太可爱了吧！How much? No. No? No? 哇！太可爱了，他给我盖了好多好多张 glasses。28张明信片，第一个乌斯怀亚的最世界居住陆地尽头，南端的邮戳全部盖好了。他让我自己在这里盖的，超猛！我想看他有多少种章，他有超级超级多的。然后他给我盖在这个上面让我看。还给我盖到我的邮戳本上，这个企鹅超级超级萌。这里距离北京18323公里。大家好，我是小黑兔，今天是2022年的1月29号，
我在世界居住大陆的尽头，最南端的尽头，阿根廷的乌斯怀亚的火地岛的这个真正的网红邮局，在他的邮筒前，刚刚那个可爱的邮局大哥给我盖了超级大的邮戳，还有中文世界尽头。我又拿出我的28张明信片，他拿了其中一个章给我盖，因为在这里盖章，像给不知道盖章是要给500比索的，他一分钱都没有收我，还拿出了一个章让我自己去给我的28张明信片盖章。我给大家盖了企鹅章，小小的企鹅章，再回去给大家盖乌斯怀亚的邮局的章，再给大家盖南极大陆邮局的章，三个章。但是呢，我就不在这里邮递给大家了，可能会在南极邮递3-4张吧，因为据说遗失的概率是80%，我觉得就不想浪费，我宁愿给大家收集好章，再用比较安全的方式送给大家，看看哪位小伙伴可以幸运的收到它，那就是命运的安排，或者说一个小伙伴都没有收到，那就让它飘向未知的方向。